这个是洗髓的，玩命氪了咋还计较一点渣渣占领呢？这就是我玩游戏的乐趣，可能和你不太一样的一点吧。这里我还是选瑶池莫林了，每天都给一个，这个应该是充值给的，肯定没有错。异兽穷奇，其实朱雀是不是也可以搞？这个留着吧，圣器任选，五转的好像没有吧？五转和六转我再看一下，五转有了，六转也有了，你看所有的五转和六转都有了，这个就随便兑换一下就可以了。 OK， 这个是什么终极攻击，一会儿去给它强化一下，来把这个培育一下，80级80 70没有了，宝石一会儿来升级。我玩这个真的是腰酸背痛腿抽筋，我觉得我们这儿先等等吧，你们给我点时间，这个消耗的是不是搞完了？累计充值，哎，全民狂嗨可以领取的累计消费，哦，这个最后一个可以了，领取来我的福禄激活五行之星装备，加了46，哎，这个加的挺给力的，说实话在我所有里面最给力的，这里再使用一下。好了，2亿马上要到了，哇，还差700万，这700万有点难，除非我把这20万元宝全都花了，那样的话还有机会。20万元宝我觉得留着，可以留到明天，问题倒不大。然后这个仙盟神兽这提交，好，领取奖励，22代，这个25代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明白了，就是打这个 boss， 我们每次接着上次的 boss 打，打完之后 boss 死一次就更换一代，然后这更换一代的话，这个 boss 血量防御它就会变得更高，它道理就应该就是这么个道理。然后我们打的越快越多越远，数据越高就打的越远，然后得到的奖励就越多。那，这个游戏的设计我弄清楚了，所以这里又有10000了，这10000我想想，把这个升一下，这个平均升到10，五行伤害，这个升一下。单笔充值有红年龄是假的，你看你把我吓得慌了一下，多点了一下，你要负责，我看弹幕去了，所以就多点了一下。榜单好像没了，榜单好像没了，好像该搞的都搞完了，没有东西了。今天晚上有人对我负责了，我好开心啊。啊，这又多点了一下啊，手残啊，这下是手残，你们什么都没有看到。好，现在只能随便升了。 OK， 圣器我看不懂，哦，这发一下红包看一下，榜单没人抢，别刷了行不行？你说是这个是吧？我们啊，排名第一的这个法器，它不是比这个充值榜，比的是这个法器。我是104星，我这个有点厉害的，限购礼包还有，不想买，有点久了。哎，真没想到今天加了那么多，今天加了7000万了，哇，第五天就加7000万，有点厉害了。参加这个 boss 乱星海 boss， 等一下，这个 boss 我要去参加一下。一手搞完就2亿，好，我们马上去搞这个宝石和这个异兽，守护好像也可以搞一下。等等，只能搞一个这个了，因为我就差这个鳞甲。来，2、3、4。五守护，哎，守护最美的妄图又加了100万奖励，这个怎么加100万了？快把 boss 打下了，看一下时间，哇，开始了，退出退出，回城，然后日常限时，哎，今天8:30又没活动吗？开服45天，开启2v2的竞技，那么惨，今日未开启，哎，以后这个8:30，哦，8:30是周二和周六才有，那明天后天才有了，不用提醒我了，可惜，好，没有了。然后遭遇战这个无所谓，资源找回没有。日常取一下，护送一下吧，护送给一点这个修为，一键刷新。稍等一下，今天确实是有点干了呀，来把这个异兽搞一下，上阵是吧？哦，可以解锁一个位置，再去护送，刷新，又到下播时间，今天到不了了，今天等等，来上阵一个异兽蛮元。哎，异兽蛮元感觉要被分的，一会儿我就把它分了的，这个不太行呀。图鉴的话可以提升，哇，直接提升了一星，哇，那么智能的。在亚标右边 boss 里面，稍等。右边 boss 里面夸父打架，有夸父 boss 吗？ boss 神通没有夸父 boss 吧？哦，夸父 boss 是在这儿，哦，是在这儿，明白了，已经有这个夸父 boss 了，可以了。然后还要再压标吗？没有了吧，护送完成了。助灵塔打2次啊，这里每天挑战2次的。那情侣副本我也没有打，醉了。11转的雷震子啊，等等，我想这魔体和佛体，这个魔体还有1200个，我的天，愁死个娘嘞！我这直接强化满了，加32万，这个已经满了耶，那怎么办呀？以后这个就浪费了呀。升阶加28000，加的太少了啊。好，没有了。元髓2颗，生鸡就能多吃吗？好的，那等等吧，各位在这里先等等，好，后面会开，好的，19500万了，可以的，但他加战力有点少，加一阶的话，感觉也就加个6万左右的战力。土豆子，你又上首页了，那可能也是因为你关注了我，对吧？再来升阶5000，
我点烦了，他还在打这个跨服的 boss 吧？哦，不对，他是十一转的 boss， 十一转的这个地狱难度没有了，保持相见，相见一下吧。这里可以替换的有吗？没有可以替换的，那就升级，全部把它升到七阶，好吧？这个宝石太难升了。离开，又给了个神纹，又打断我了。来，任务做一下。然后他又去打哪个 boss 了？大哥，大哥些，我服了你了。电器，来，再把这个七阶宝石升一下，六阶升七阶，一阶升一下，三个七阶加十一万，没有了。这宝石现在还是比较好搞的，这里积累一下，全部十一，全部十一，来十二走你，十三，好了。觉醒，哇，觉醒，今天抽了很多奖的，所以这些都可以激活了。史诗激活这个完美，哦，这激活这个传说了。四转的这个先进身完美，完美先进石这个我没有，巅峰巨宝这个卡住了呀，这卡住了。然后这个也激活一下，这那么多书呢，我的天！但他加的这个战力确实是比较怂的。哎，这个八件套是不是应该加多一点？哎，八件套加了60万，它是有套装属性的，这个套装属性还不赖，这个也激活。哇，这个激活之后那么多，来，好，八件又加了66万，这个还是挺牛的。妄图机器人点的好快啊，又加了64万，可以了，已经全部 OK 了。但它这里是什么？集齐传说方可晋升。这个史诗要十阶装备啊、哦，这个装备首先要到十阶，然后你才能晋升，然后你要激活所有的这个传说，把史诗晋升到传说，然后你才能再激活下一层。唉，这拉满的感觉太无敌了吧！然后这里这个任务，大哥，你这个任务哦，野外乱心好 boss 掉落一次，那直接挑战十一转 boss 呀！来，十一转 boss 跨服的以击杀。这个能不能自动搞一搞，请求协助，这 boss 都没有人来打的，好，现在是跨服频道，有可能遇到一个比较菜的人直接被我打死了。然后守护没有了吧，这一伙是什么？领取任务，领取前往挑战，挑战这个是吧，到时候我挑战，不着急，金蛋领取完了。树林塔今日的两次挑战次数还没有挑战呢。头，这头子抢礼物，头子结束了，这等等吧。然后我们把异兽强化一下，异兽的历练其实一会儿可以打一下，这个可以提升。我看一下，十转升丹，十转升丹是什么意思？不是很懂。然后这个墨齿摇铃先给它提升，然后突破啊、要先洗髓，然后再突破。这个其实加不了多少战力的，我挺烦恼。升星啊，来一剑升星，这是狼猿，再来升星。好，没有了。瑶池墨灵已经升很高了，我觉得要平均升一下。接下来我要给这个血魔珠升一下，对吧？一件装备提升一下，这个突破也突破不了，洗髓洗两次。哎，可以了吗？哎，还是差了一点，这洗髓还差了一点啊。它升星是需要一个六星的火系异兽，六星的血魔珠，这个也太难了，我的天哪！来，再找另外一个异兽朱雀，对吧？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的。来，先提升一下，洗髓洗不了了。升星的话，这里差一个五星狮面兽，五星狮面兽就得要等那个五星材料，它自己会升到的。技能资质其实可以搞一个什么中级的，哎，这怎么都是初级的？我今天都解锁了一个这个中级的技能，对吧？这个可以提升吗？提升，用这个终极自愈啊，初级的，然后点这个提升，然后就可以了，就变成中级的了。但它加的战力也太少了，这异兽实在是很垃圾，太少太少了。这上面一堆写着可以提升，但我觉得一般般吧。想看我玩传奇冰雪，很多玩过这个传奇冰雪的人，大家都推荐我不要玩，因为那个游戏就是一个打金的游戏，它没什么氪金的活动，氪金的活动比较少，纯粹是要肝，要靠肝的，不适合我。你肯定是没有玩过这个游戏，你就在这儿看着它火，然后你就要我玩，然后我们去打一下这个十二转 boss。 你看，这个是我的坐骑，我是前天就激活这个坐骑了。这是有三个角色，所以你看的是有三只鸟人啊，在这儿，一个是骑这个鹿，另外两个是跟着屁颠屁颠的过来。哎，反正就是这游戏里面这个坐骑还是蛮漂亮的。然后这个十一转 boss 怎么五分钟刷新一个吗？这么牛？传奇不要玩，对吧？就纯纯打普元宝，然后卖商人。哎，是的，所以我们这个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牛掰的大佬，各种游戏都玩过的人，他们为我指路，我不会进各种各样的坑啊，还是很好很好的。今天好像就到不了两亿战力了呀，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，你们说呢？经验单使用一下，现实的那个蓝品这个没有了，然后妖兽其实可以合成，这里啊十转装备，这个先不要合了吧，等等，现在先不要合，因为这个合特别费力，我懒得搞，我们就搞这个进阶好了，进阶羽翼的进阶，来两颗加16000，这个加180000，这儿自动提升一下，这个倒无所谓的，100颗在这里面应该加的比较爽，加了16000，也没有加多少呀，感觉我没有精力，别瞎说好吧。
感觉这个还蛮厉害的。下面应该去给这个皮肤升一升，是不是？圣器部分还能上两亿啊、哦？有可能。你现在就比较无聊的一点，就是把这个圣器熔炼算了，境界领取，领悟神通，分解一下。那个东西在哪儿？点提升吧。魔体提升，哎，就这个，你们就等一等，这个提升完估计能加个100万战力的，已经20阶了，21阶，哎，这 boss 打完了呀，那得要出去了，然后任务做完了，哦，肩副本，感谢你的提醒，他又在打 boss， 这个勤劳的电脑，我服了，哎，不是我那个东西呢，哦，是在异兽里面，也不对，哦，是在淬体里面，不好意思，刚才一直没有找着。等咱这个 boss 没有刷了，我们就去打一下那个肩副本，在圣器的储蓄袋里面。那个是什么？都点完法器，今天浪费了很多进阶丹。法器的进阶丹没有浪费吧？因为十阶再往上就是硬升。我接的法器我不承认浪费啊！别瞎说，不要忽悠我好吧？总有几个 VIP 等级，来我看一下这个 VIP 啊、看不了，等等，很难受。法器不止一个，法器就只有一个啊！我们这个游戏版本它就只有一个，不好意思，它这上面没有角色可以选，所以不要再喷我了，谢谢。杨宇还可以再做两次，但是我找不到这个入口，就很烦人。VIP 拉满，慢慢拉，酒中行我看行，好的好的，这位大哥加油啊！终于要升到22级了，升阶。加了15000，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 VIP 充到20000，是 VIP 23，我估计可能有个 VIP 30，充到个15-16万，这里完成了，来把这个任务也做一下啊、哦，等一下再寻一下。好，他要求这个任务是要求寻宝的，这个任务完成呀。等一下，这还有红点，全民海点领取，这是3天的任务，这个不用着急，快把这 boss 打完呀，大哥。好，完成了，来点。激活一个什么妖兽？没有任务了吗？啊，他又去打 boss 去了。哇，感谢东江大大送的100个礼花，谢谢，200个礼花，哦耶，给力！哇，300个礼花，哇，感谢大大，好久不见，已经过了48，已经过了23小时没有见到你，异常想念，好吧？昨天有没有见到你？我不是很确定，所以刚才差点说自己8小时，但昨天好像见到了，问题不大，好吧？老王子就是记性，这 boss 好烦人，这个任务一直完不成。我难受极了，这里先不要自动挑战好吧，别自动挑战，这任务没有了，这里任务没有了，神龙令先不要点，那个懒得点，点了也没啥东西，一会儿这里先前往挑战这个遭遇战3次，来随便打3次，他又在打这个关卡 boss， 烦死了，切磋一下，即将遭遇对手，什么五星幻视绝就把他脆了，打两批小怪又打一个小 boss， 这里不要打了，不是3个吗？怎么300个了？这明明是300个，非要说3个，瞎说。好，再打，这个任务就完成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任务，最后再把这个降物级做了。这附近就没有人在我旁边了。淬体，一会儿再升。啊，这个淬体都烦死我了。这个妖兽是什么鬼啊？这个妖兽一会儿再搞。然后我们任务完成。啊，1399，这儿还是自动再挑战一下，打到1400。哇，感谢墨韵，200个大佬地茶，谢谢，爱你哦，么么哒。然后看一下副本，把它搞了。这间。太忙了，连这个金副本都没有来得及做，我实在是太笨了吧！来点满金副本，走，金副本今天是200级，刚好昆仑蒙面一剑吞食，走，好，现在就挂什么电器随便强化一下，金链随便强化一下，对吧？这个点什么不用频频点了，太浪费时间了。符箓分解啊，这个全部分了，走，分解之后再可以给这个强化一下。哇哇，怎么从30级升到50级？刚才分解了什么鬼？刚才分解了什么鬼？为什么给了那么多？然后这个又升到了37，这个太给力了！再给这升一下。好了好了，然后转身领取副本鼓舞240次，转身使用圣器。这里为什么还有个？就是这个熔炼吧？12转一下，别啊，9转一下。对，这个是9转以下的，这个是2个6阶的，都开了的，所以可以直接分。别的没有了，感谢东阳大大送的辣条，谢谢比心，爱你哦，爱你。别分了吧，问题不大。因为那个是6转的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刚刚多开了一些这个6转的，这是无限制的12转，12转之后用可以获得22万转世修为，也不是很多呀。来做这个淬体挂着，大家稍安勿躁啊，我们这儿还是需要花个3分钟把这个升完。谢我三哥，你又来看我了呀，我们就只能尴尬的喝点水了啊。等等，我试一下，哎，不能手动提升，这连手动提升的按钮都没有，直接是他说12转以后才可以使用啊。这肩副本还是挺给力的，直接就208级了。
因为我现在升级特别困难。谢谢三哥的乞丐斗圣，我们现在是收尾阶段，到视频在现在的话就会快进特别快，哇，到210级了，哇，谢谢小卡卡送的99万个辣条，谢谢，爱你哦，么么么么么么哒，快点升，快点升。然后做完这个，我们再去打一下另外一个副本啊，就是一天只能打两次那个副本，然后我们就下播了。2亿经验又提高了30%，这个就是我的战力提升带来的效果。有多少个250的执行单？有6-7个，我们大概240级就可以开始使用了。明天感觉用不了，后天应该就可以用了，后天肯定可以用。